长度，我身高是167，然后扭穿低跟鞋，它其实略没在我的脚踝上方一点的位置，然后它是有一点微喇叭的，而且喇叭大家挑选重点很重要，一定要从膝盖下方一点开始，才会让你的膝盖跟你的小腿有个对比感，让你的腿更加细，更加笔直。它看到这边，这也是有小腹，可是它的修复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紧绷感，我的腰部都还有空间。口袋的地方呢，就是帮你们去修饰这一块的肉。那你可以看到裆的长度，其实高个穿起来完全没有卡裆。牛仔裤一定要挑这种好看的那种很漂亮的提臀曲线，它的话其实口袋是有做一点车高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屁股的修饰度非常好。你自己看我们两个人长度，它是配球鞋160配球鞋，完全不会过长，150一般单老爹鞋就可以，完全不用改裤长。有分三个 size S 号 M 号 L 号，我觉得正常戴就好。